人呐，送快递都找我啊，我是快乐的小快递。呀，这大公司门都不管。哎呀爸，您能不能相信我一回，啥也没干，一直在公司看文件呢。你放心，那块地我势在必得。好了爸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赶紧看文件了。请问您是周芷若？这只虾我画了6个小时，就差这最后一笔，谁要是说话影响我画歪了，可就呀歪了。不是你干啥呢？我说没说过不让说话？大哥，我后来没说话。那我说的啊，你这是怪我呗。大哥，请问您是周芷若先生吗？啊，是我呀。你谁呀？大哥，我送饮水机的。搁那儿吧。哎，那儿可不行啊，不觉得搁在这儿影响我出入吗？是哈，考虑不周了。我看，哎呀大哥呀，这挺宽敞的，我给你放这儿了啊。那儿更不行了。哎呀，这儿又咋的了？那个地方放东西挡财路。大哥，我就一个饮水机能咋的呀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周主管，咱们公司那块地被抢走了。你给我拿起来啊。哎呀，你快去处理去。哎，那不让放不让放的。大哥，那要不你给我指条明路。不是，你这小兄弟一根筋，那边不让放你就搁这边就完了呗。行，那我给你放那边了啊。哎呀，行大哥，那我给你放这了啊。没别的事儿就先走吧。哎，大哥咋还没走呢？还有点流程没走完。快递费还没给我呢。30。这小兄弟有意思，你要30块钱你要30块钱呗，磨磨唧唧的，就我这大家大业的能差着你钱？多少钱？30。等着啊。正好30，谢谢啊。大哥，我谢谢你。周主管在吗？哎，不是，打那边别说话啊。你先这打。呀，跟我藏猫猫呢？没藏。没藏。没藏，我怎么听说咱们公司交给你那块地让别人给抢走了？我正光洁呢，真不让人省心。别动，我让你别动。说说吧，你这一天天你都干啥了？画虾。啊！来，我看看你这虾。周芷若呀，这就是你画的虾呀！我看你这就是瞎画。不是，周铁刚，你说话归说话，干嘛撕我作品呢？叫啥呢？公司里管我叫啥？姐。啊！再说一遍。经理，经理，经理，行了吧？你天天的欺负人呢，这是。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没那么欺负人。哎呀，都是姐俩，都是一家人。你们俩能不能撒开？你谁呀？我是送快递的，送饮水机的。你在这干啥呢？他订了个饮水机，我给送来了，快递费还没给我，30块钱。啊。我明白了，他订个饮水机欠你30块钱，让你等这么长时间，是不是？对了。没事儿，
这30块钱他要是给不起，我给你。周铁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欺负人欺负到家了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好好说话，干啥呀？这是今天这钱啊，我给你。话我都说出来了，这钱必须得我给呀。都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饮水机我买的，这钱我给。能给你磨磨唧唧，你不给呀？我磨磨唧唧怎么了？我磨磨唧唧也不知道这种人的钱。别生气啊！我是哪种人？好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还真就不给了。你给，你给，推谁呢？咋了？再给我推一个。咋的？一天跟我没大没小的一天。大哥大姐。